那点鱼过去住的人多来了，一起一娘的长地的，或者是一娘的接在塘坝上，也小我明年就白呀、啊。创建全国国家文明城市，咱们的新区市民如何做好文明市民，做到文明在口中，做到文明在手中，文明行路，文明坐车，文明驾车，文明停车。你们那姐住了半个海南了，打算我们那边白宝社区那边，我半路还可能也住上，就打算长期在这边住着呀。我怕了，我还可能担心。这个不如那面该让多红火热闹啊！看新区城市发展需要这块地的话，可能就整了。这个带走呀，这个不带了，这些收旧这些就全带着呀。哎，这够急。Available now on iTunes.